那我就听从兄弟们的，那就把咱们这个巨骨蛇喂得饱饱的，安排好了，凑好了，来吧，给他来块肉，漂亮。现在咱们这个巨骨蛇的尺寸啊是1.25米，来吧，咱们就把它培养起来啊，再给它来一块，再来。不光培养咱的巨骨蛇，兄弟们也得培养一下其他鱼啊。看咱那个鸭嘴啊，也挺带劲啊，鸭嘴也是爆烤，兄弟们来爆一个。我去，来再来一块啊，鸭嘴来不来？太胖吗？不吃了吗？来吧，再给巨骨蛇吧。